OK，大家晚上好。然后这会儿已经在宿舍了，对。然后今天下课特别早，因为要去那个聚餐嘛，对，端午节聚餐。然后今天聚餐的时候是发粽子，就是那种随机发，其实你也不知道什么味儿，然后拿到就剥开，对，因为特别粘手，然后它快掉了，然后我也不想拿手抓，我就把它举到嘴前，就是咬了一口，咬了一大口。然后就，哇，是咸的，对。所以今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尝到的肉粽子，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，就是因为吃到像腊肠这种东西，好像是腊肠，对，这种东西就是吃起来有点像糯米鸡，不过反正是要比那个。蘸着豆腐乳还加醋的那个粽子是要好得多，这么看咸粽子还是挺好的。对，不知道大家今天吃的是什么馅儿的粽子？最近重庆这边天气变得特别好，然后阳光也特别好，就特别适合那种傍晚站在靠江的那种窗子边儿看夕阳西下，哇，然后那个光会直接反射到你脸上，就超级棒。那就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假期，然后端午节安康，晚安。